雕。刘大麻子，我今天来想和你商量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傅英这个名字听说过吗？来无影，去无踪，神枪第一，大刀不应。听说你们是抗联的老朋友了。不错。最近他闹得太凶了，日本人想和他谈谈。谈谈？日本人想杀他。哼，那你们就去找他吧。只有你知道他的下落。这样吧，不应一条命换你的一条命。你是让我告诉你不应在哪儿？嗯，好，这很容易。痛快，来呀、啊、松绑。是。他在哪儿？他就在这山里面。我希望你能跟我合作。合作？跟你的日本爹？来吧，杂种，你还想什么呀？是不是给日本人当了儿子，砍人手都软了？呀！啊！叫燕双鹰，我是你爷爷。只要今天你叫我一声爷爷，我肯定放你一条生路。你就是叫我祖宗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好，好小子，你有种。山洞，我怎么会在这儿？是我把你背来的。你是谁？不应。大刀不应。嗯。你是我爹的朋友。不是。记住，在关东山要想活命，就要忘掉朋友两个字。那你为什么要救我？因为我要用你。我为什么要让你用？因为我救了你的命。我爹和我娘呢？妹妹和哥哥都死了。
细碎，忘掉他们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忘掉他们，去做你该做的事情。你干什么去？回去。回去干什么？报仇。已经不在你们村了，要报仇去小石拉子。当时你在场。嗯，那你为什么不帮我们？那样只能再多死两个人，你和我。你总是这么激动吗？你爹一样，永远都不明白什么是机会。我们至少不会像你一样去做缩头乌龟。所以他才会死。你说什么？怎么想揍我一顿？就你现在这副德行还想报仇？我看你爹是白死了，你就忍了吧。呀！记住，第一，我虽然救了你的命，但我不是你的朋友。第二，要想报仇，拜我为师。李逵，不赢。你终于露面了。组织上让我联络你几次，你都没回应。去长春了。去长春。给游击队搞了点枪。那这是？别问那么多话，做点开水。这是谁呀？燕彪的儿子。燕彪呢？死了。谁干的？别问那么多。家伙给我拿来。好。刘大麻子这个笨蛋坏了我的大事。怎么？他把燕彪给杀了。他们都是共产党游击三股的，只有燕彪才知道步英的下落。科长，什么事？步英露面了。真的吗？千真万确，是喜鹊送来的消息。好，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，这叫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是，这次绝不能再让他跑了。是，命令集合。是。你要是太疼，就喊出来。
过狠劲，跟他爹一样，看来用得上。你这还有什么药没有？都用完了。好吧，我去弄点药，你把他的伤口包好。盯上了，马上分散吧，还有老办法联系。好，我会暂时住在戴马沟，你会住在哪？这山，这林子，哪不是我的家呀？有事我跟你联系。好。什么是银色的？黑夜是另一个世界，
你不是一个多嘴的人，这点很好。从现在起，我要开始训练你。可我的伤还没好。不要等你的伤好，你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忘掉仇恨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被仇恨充斥的人是什么都做不成的。如果你的父母兄弟都被土匪杀了，你会忘记吗？会。那就说明你根本不是人。从救你到现在，你只说了这么一句正确的话。现在来说说你吧，你是一条好汉，有感情，爱冲动，讲义气，恩怨分明。可这在关东山，我刚刚说的每一条都能让你死上十次还要不。我很明白你现在报仇心切，可是你怎么去报仇？要怎么才能除掉刘大麻子？你的计划是什么？想过吗？这些事情你从来没有想过，就想凭着一股血性跟刘大麻子拼了，对吗？当你的脑袋让人家砍下来拎到刘大麻子的面前，那时候你就会明白，报仇对你来说就跟送死是一个样的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要做的第一是学会如何保护自己，第二才是怎么去杀人。你还想报仇吗？回答我，回答我。燕彪那头蠢猪，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为了你爹那头蠢猪，呀！燕彪难道不是一头蠢猪吗？他为了个人义气，害死了全村的人，他才是凶手。如果报仇，应该杀了他。你懂吗？如果你跟你爹一样蠢的话，那你会比他死的还要难看。你这个混蛋蠢猪，我要杀了你，我一定要杀了你。杀是什么？杀在你的嘴里不过是一句空话。你是一个不能自制的东西，跟你爹一样蠢，混蛋。你想杀我吗？来吧，开枪。杀我呀！你不是要杀我吗？开枪！别逼我！怎么？你这个想报仇的人，连扣扳机的勇气都没有？哎，你呀，跟你爹一样，只会像猪一样被人杀掉，蠢货！呀！you
的枪，你捡起来就敢用，你也不看看里面有没有子弹，你是个十足的笨蛋。来，这儿还有一只，动手吧。来呀，蠢货，开枪吧。不想杀你，但你必须为刚才的话道歉。我永远不会道歉。那我发誓，一定要杀了你。好啊，我随时恭候。你爹是个蠢货，十足的笨蛋，他才是凶手，他才是凶手，蠢猪，蠢猪。怎么样，报仇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儿吧？你不是很想杀我吗？为什么杀了我反而会感觉到不安呢？我来告诉你吧，你的所有行动都是靠情绪支配，冲动使你不能正确思考问题，因此你永远也做不到谋定而后动，这样你就会出错，而这些错误会要了你的命。你现在明白了吗？我为什么要让你忘记仇恨？因为仇恨会让你冲动，那只能害了你自己。
是你。长官叫你回去，计划改变了。我们的军火生意已经暴露，为了挽回局面，这是唯一的办法，既可以除掉陷害我们的人，又可以使事态得到控制而不露丝毫痕迹。好，这是一个近乎完美无缺的计划，只是你有什么顾虑？计划过于周密，滴水不漏，实施起来会不会偏离轨道呢？比如说借刀杀人这一部分。那正是我的专长，而且你完全可以放心，即使出现偏差，以我在关东山的能力，也可以从容地控制局面，令计划圆满完成。这一点我是完全可以放心的。多年来你周旋于抗联、国民党和皇军之间，没有出现过任何的纰漏，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做得比你更好。那就这样定了。进来。长官。长官。我叫李慧，叫你回来，是因为我想到了一些我们从前从没有想到过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们就这样杀了他，会引火烧身的。长官的意思是？大家都知道我和他的矛盾，现在他遇刺身亡了，长官们会怀疑是我，那时候我们的处境就非常的不妙了。有道理，可此事已迫在眉睫，不能再等了，因此我们有了一个计划。这位是关东军情报处副处长小渊长官。长官。副官九井长官。长官请。小渊已经到了云上县城。我知道了，组织上已经批准了你的计划。那孩子怎么样？听说你把他训练得非常出色呀。他比我强。那就好，看来我们的计划能够进行得非常顺利。可是我改变主意了。什么意思？我不愿意出卖老朋友的儿子。我知道你和燕彪的关系，但为了抗日大业，我们不能意气用事。这些事情我自己会办。你不要太低估了对手，除了燕双英，没人能够帮上你的忙。况且也许他能够安然无恙地回来。不管你怎么说，这些事情我自己会办。我们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，才等到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我不希望你为了个人的义气而误了大事。你是老同志，这一点你比谁都清楚啊。
沈先生，你带人在这里守卫，一定要绝对保证长官的安全。长官放心。长官要见我，请。沈先生，武功君，请稍后。进来。长官，武功科长来了，请他进来。公军，你给关东军情报处的报告我看过了，这个步英真有那么危险吗？是的，小袁长官，此人原系抗联旧部，抗联被我们消灭以后便潜伏下来与我们皇军作对，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此人是关东地区的一大祸患。武功君，你对处理此事有什么意见？武功君，步英的事情，我们关东军司令部会协助你。像这样危害大日本帝国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允许的，明白吗？怎么样了？他把一个信封交给了武功。他的动作可真快呀，马上叫李慧去办这件事情。睡好了吗？睡好了。那就起来吧。你相信我吗？什么？你相信我吗？记住，永远不要相信任何人，你的眼睛会欺骗你。你为什么总说这句话？你到底在怕什么？你爹是我的老朋友，可是在关东山是没有朋友这两个字的，所有的人都为活命而挣扎。你要记住，如果被称作朋友的人出卖了你，那他一定有说不出来的苦衷。师父，不管你承认不承认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师父。鲜血才是真正的武器。你看，那个房间就是特高科科长武功的办公室，枪就放在进门以后的第
一个鬼子。记住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，要冷静。我不会在这儿等你。把枪取到以后，到小庙汇合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是谁？来这儿干什么？我先回答哪个问题？随便。我是李慧，我是过来偷东西的。什么情况没有？报告科长，没什么情况，一切正常。好，跟我到那边去看看。你再不放开我，我就喊人了。哼，好啊，日本人来了你也跑不了。哼，我不怕。别再耍花样，我带你出去。好啊。备，开机，开始。